One chance at best, yes. Painting pictures for the culture, keep the brushes fresh. Flip the cover, work the drummer, passion never rests. Freedom is a teacher, pressure not a blessing. Yo, it's all going for the gold. It's one off, one shot, now the future is yours. Go! Yeah, it's one off, one shot, now the future is yours. Go!ご覧の番組はCRO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耶！哎，终于又见到 Tony 了。这次我们来中间线相见。继上次高雄之后，我真的是很想要再找机会下去，但是太忙。好不容易呢，这次因为有这个新车发表，这个算新车吧？对，因为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引进油电版本的，然后它也是今年的3月才开始陆续在欧洲交车，然后美国实际拿到车是6到7月的部分。然后我们马上就找到了2台，率先把它引进台湾。哎，很开心哎！去年见面聊了以后，没有，今年三月，我怎么觉得时间过了好久？我太想你了。但你最近很忙，我看你都在弄那个保时捷。对啊，没想到呢，他真的一步一步有在完成他心里想做的事情，就是先把这个修理厂已经都到位了。你说全台湾现在已经有4个保修厂，而且连最新的电脑都有。对，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真的有照着自己的想法在前进。然后他就弄了一台，今年也是年初才发表的车子。对 ，PHEV 款的，对，它叫做，它叫 MHEV， 它特别要跟别人取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 Mil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然后它这个是现在是1.4的，1.3，对，1.3。然后它的重效马力是283匹，是因为它除了一颗4缸的引擎以外，它有3个电动马达。分别是前轮2个，然后后轮1个，一个4传系统，所以它是一个混合式的油电加单速马达的4传哎，对，很酷，哎呀，蛮神奇的。上次小师哥有开 Giulia， 我觉得最特别的感觉应该是它方向盘的那个滑轨的尺度是一点点，你就可以感觉到车身的一个倾斜。对，这个车有维持那个特别敏感的转向，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完全变成一台那种没有热情、没有感情的电动车。我一开始最怕其实也是，因为毕竟它出的。目的性是就很像 Jaguar 那时候要出那个 E-Pace， 对，要抢占青年市场，对，然后这个级距以下可以购买车辆，然后它也共用了底盘嘛，这个底盘是跟道奇的那个 Hornet 共用的，但整个 Powertrain 就是由爱快独立研发的。那外形方面我必须说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它并没有像 Stovia 或是 Giulia 那么的有辨识度哦，除了三角形的那个还是我看尺寸跟 Stovia 差不多哎，小一点点，但你不觉得从侧面看就没有像 Stovia？ 你看这个车就不。是一般，就有点像你的 Maserati 也是从侧面看你就觉得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车辆，轮框也有维持传统啊，对，但它一样做了一个电动车，所以就很喜欢用那种凸筒。你那个保时捷有说，对，就是要做这种就是养色式的这种感觉。对，它这个是 TI 耶，它有3个版本，一个叫 Sprint， 就是最低阶的基本版本，然后再就是 TI， 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叫 Veloce， 就是它最高阶的一个版本。对，差别在于一些悬吊的选配，然后内装还有颜色。Veloce 就可以选到像我那个 Montreal Verde 一样的。绿色哦，那个我没有进一台，但还没到。它这个先少量引进试试水温吧。对，毕竟其实人家已经有卖了，好不好？而且我们要试驾还不一定有，因为搞不好这一台等一下也卖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子好了。好啊，皮质还不错啊，这个是真皮吧？对，这是真皮，而且它中间都是打孔的哈。来看一下，哇，好帅哦！前导画面其实蛮酷的。这太帅了啦！对啊，你看，我跟你讲，这就细节，你知道吗？而且你看这个。这只蛇有插头，你有没有看到？它 C 柱的那个小玻璃上面也有一只，就是有插头。对，我就是觉得人家就是细节，那很龟毛的那个职人精神，你知道吗？方向盘的部分跟 Stovio 还有 Giulia 就一样，然后它的车载系统也是 DNA， 就是所谓的 Dynamic、Normal 还有 Advanced Activity 啊，就是它的那个模式。对，模式的切换它是坐在这个前方，然后 Advanced 就是进阶的 Efficiency 就是效能，但目前是没有办法，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车载的升级。它这个部分有点像现在的那个实体按钮，就这一排。对，有点像那个 Mini Cooper， 它不是也是这种 Toggle Switch 的？对，拨杆。然后但这个质感。感超乎我的想象。这个阻尼感很好，然后这一次它是有气氛灯的，终于来亏。以前是没有杯架，慢慢以前连哎、欸、应该有，应该这边有两个，以前连杯架都是没有的，好不好？然后中间也是有一個，哇，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裂谷，对，酷，这是无线充电，没错。然后哦，哎、欸，人家连这个点烟器的盖子都做那么漂亮。一般就是一个黑盖子，有的甚至空空我就给你，好不好？这很酷哎、欸！你看到的是不是都只有一个遮板遮在那边，然后你要把它拨开再插进去？嗯，细节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很讨厌，怎么这么认真在弄这个东西，真是。然后这次后照镜的部分我也觉得比之前 Stovia， 因为之前 Stovia 看起来比较相对阳春一点，对，这个就是真的比较无框的。哦，然后它这个饰板也是做了一些类 aluminum 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它应该是 plastic。出风口沿用了 Stovia Giulia， 然后这个部分它也是做一个类双。仪表的哦，对，这个是双圆的仪表造型，然后但这边都摸到地方都是软质橡胶，然后这个有一个缝线，不过这材质蛮特殊的，有点类似日系皮革的那种，对，这比较人造的那种感觉啦。但椅子就不是，椅子就是真皮，是特别选配，因为它这个就是有选配 Harman Kardon 跟这个椅子的一个哦，还有 Harman Kardon， 然后这台我目前选的这两台都是没有天窗的版本。哦，它是选配的。哎、欸，对我个人觉得，因为 Giulia 很奇怪，到后期所有车友来都要找我买没有天窗，反而后面你很难买到没有天窗的，因为它选配过了一段时间，车厂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东西就选一选比较好卖。现在是这样哦。对，现在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天窗？对于有在跑赛道的人就会知道，哦、会改变车身的刚性。对，然后它又有一个很重的 mechanism 在上面压，其实对你的 central gravity 来说是。当然，那个是对跑赛道是有兴趣的。爱快车友也特别喜欢没有天窗的车，主要是因为。也会漏水。以前156的时代，他们对于这个事情已经很害怕，对，所以既有的印象就认为爱快不能买有天窗。哎，所以是因为电脑的关系，它灯全亮是不是？对，我们要简单，我们差58个错误嘛，啊，就更新之后爱快车就这样。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做的很细节？连无线充电板的 mark 啊，对，连这个方向盘的 mark 啊，都做的很有质感。你看。这种它本来应该彩色系，它故意把它做成黑白色系、银色这样，我觉得就很漂亮。不是，我对这个插头真的觉得好烦哦、喔，还故意是那个蛇的。对啊，蛇的头是插头哎、欸，这个要给我弄，我设计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想到蛇的头变成插头。爱快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它现在公司的72个员工都还是意大利人，所以对于这些细节部分，他们意大利人的思维真的跟我们好像比较不太一样。对啊，他好像知道怎么回家给老婆惊喜啊，比台湾人还要更知道他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回家？可能今天你犯错了，所以你买一个什么东西回家，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我觉得这一点意大利人真的做的比我们好。那也要想一下，我们的黑人 Mark 机器看可以改成什么？万能插头，这很厉害。想来看一下后座好了。其实这个前座好像位置就跟我开车的其实坐姿差不多，然后它也是四向的这个方向盘。那方向盘呢，其实有点偏细，不过它握把这边有做一个 perforated， 对，有一个做一个结合，所以其实这里握起来。粗度是我觉得是还算握感不错的。好，我来看一下它后座空间。哦，它后面有往下削，对不对？然后你感受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你刚才坐在前座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直观感受。志哥，你看一下你的两个膝部空间啊，它是有落差的，代表它前座的椅子其实是有一点点往内。它为什么？对啊，它为什么？不知道。对，这边距离比较短，这边距离比较长。对。所以它其实它的乘坐空间有一点是朝中间的地方。对。你看哦，这边离我比较近哦，这边离我比较远。它的椅子斜有点往内。其实我刚坐没有很明显的感受了，但是在这边看其实就蛮明显。不是我长短脚，靠腰。你自己有长短脚，但是他讲就是有点斜斜的好不好？好，按后座出风口这边，然后这边一样一个 Type C 跟一个 Type A 在这边，然后出风口它是做直的。其实有些地方稍微差一些些，例如这个的塑胶跟这边其实后面的门板的塑胶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塑胶感，稍微重了一点点。不过它有一个很特别哦，它后座窗户做的很小，然后它往上收。你看我关起来，你看。对吧？它这里做一个这样尾巴，这也是我唯一对这台车比较小小的抱怨。我觉得它的开口太小，对这边我直接看过来，其实阿丹，你看我的耳朵有一种压迫感，对，有没有？我的耳朵刚好就在这里了，这如果一个不小心搞不好还会敲到，撞到。你没注意，上次就撞到了。不会啊，它皮革其实还蛮软的啦，特别是这个视觉，就我刚才说，它有那种日系的那种设计感。但我觉得好处是代表它对于功能性这件事情开始倾听车主的一些抱怨，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再。像以前那么任性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后车厢。OK， 那我记得它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然后这个有一个波浪跟车头的日行灯有呼应，看了一下不大哎，但这一次有比较多小细节的设计，像这两个，它现在就是你一拉起来，它自动就会卡住。然后它这个要下来的话，就大力往下压。哦，后面有点烟器，有挂钩，然后左右都有灯。 然后也是6/4分离，中间还有多一个这个可以独立打开，就是欧洲人会滑雪，他那个雪橇就可以插在中间这样。对嘛？你看，那个是放雪橇，不是让你拿东西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它确实有这个功能，就是你要载比较长的物体的话，它可以这样穿过去。因为它有那个 ski。电动尾门，牌照灯在这里，应该没有脚踢吧？没有，牌照灯跟镜头刚好就坐在这里。倒车雷达后面看到正面这边两个，上面也有两个倒车雷达，侧面有吗？侧面没有。哦，它的轮毂都是用烤漆。 的不是那种反光材质，哎，还不错哎啊！等下下午我们有机会再请Tony带我们出去绕一绕，全台湾唯一的试驾影片应该就唯一的试驾影片啊，不错哦！哎，到货啦！嘿，对无情的Surfshark干爹工商又来啦！Surfshark VPN 是一个虚拟私人网络服务提供商。 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使用者一个安全私密的互联网连接，而且 Surfshark 旗下还有防毒、防御网络攻击等治安方面的功能。这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他们的官网，可能讲的比我还要详细啦。总之就是功能又多又好用。但我们一般人使用 VPN 通常是为了跨区观看别的国家平常看不到的节目或者是影集，但是网飞 HBO 这种串流的 APP。 跨区观看其实内容不会相差太多，但如果我们知道一些 mega， 懂得去使用当地才有的串流网络服务平台，我们就可以无时差、轻松的观看当地最新、最快的影音节目或者是电影啊。哈日族可以看 TVer， 还有 Hulu， 想追韩剧可以看 Wavv 以及 TVING， 爱上美国好莱坞可以看 Peacock 以及迪士尼等等。只要你会上网搜寻、注册相关的 OTT 软体。 这样子就真的可以坐在台湾看世界啦！而且 Surfshark VPN 使用的界面非常的简单，打开软体，选择一个城市，一键就能够连接。而且除了价格合理之外，使用上呢也不会限制你装置的数量，更不会限制你连线的速度，还能够保护使用者的网络隐私安全。不喜欢30天之内无偿退款，是不是非常的棒？ 12月31日之前，点击我们小狮汽车专属链接，或者是在付费的时候输入我们专属优惠代码 SSCAR， 就能够取得 Surfshark 圣诞佳节限时优惠，还可以获得额外5个月的免费延长使用哦。冷冷的假期，想在家里追剧的各位，赶快使用这款非常好用的 Surfshark VPN， 出力了啦！ 它的悬吊是固定的，哎，对，这台没有选配到那个哦，也是可以选 suspension， 它的 low chair 的版本好像可以选，可以调整的，对，它就是一个软硬啊，我个人是觉得感受度不大，所以你在国外有开过吗？没有，也没有，所以你是盲买哦？对啊，真假的？对，爱快就是有信心就直接哇，直接盲买啊？没有啊，因为我个人的分析是，它毕竟现在是一个大集团，叫那个 Stellantis 嘛，它有菲亚特，然后。 这些意大利品牌，包括 Maserati、Alfa Romeo、Lancia， 然后美国那一端有克莱斯勒、道奇、大公羊跟那个 Jeep， 都是同一个集团的，所以应该问题是不大。哎，你也是第一次开哎？对啊，兴奋有一点，他又不太习惯他那个方向盘的那个阻尼感，但方向盘造型又是一样，就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而且听说你这次进来，你刚刚讲已经一台对收定，他那个是你要进之前就知道了嘛？哎，他本来一直想要。 付定金，然后他又一直在丢毒，就说他想看到实车再决定。那车到台湾了，拍照给他看，他就说那应该差不多就确定了。但是那个是红色，然后比这个稍微再便宜一点，是因为它的椅子就是类皮椅，然后没有 Harman Kardon 啊，这一台是比较高规格一点点。哎，我刚才我们两个发现那个歪歪的那个这个啊，坐在驾驶座开起来之后，有比较明显你的人是真的往中间的。你现在觉得你是在很中间的位置，然后整体的操控，我觉得。 真的就是还是 Giulia 那个，就是你稍微动一点方向盘，它车子就会往这方向去。所以其实开起来是熟悉的吗？对对，那就我们去开柜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知道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车款它设计的理念是想要 project， 就是给更多年轻世代的没有听过这个品牌。对，那我觉得它那个一脉传承的操控感受，你就担心会没有。对对，那这个品牌就没有特色。如果它操控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的话，那你觉得它那个？你现在踩起来它的油门的反应跟变速箱的反应，你觉得熟悉吗？因为现在是在 N 模式，就是正常模式。然后我们因为那个系统还没有 update，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改到 dynamic， 加上也还是需要 break in 嘛，那个叫什么训车？哎，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它是油电车款，你清不清楚它的做动的模式方式？可能多少公里以内它都是吃电啊，还是它是不一定的？账面上写它是叫做 MHEV， 它的系统分配电量跟怎么回充。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分配，或是模式分配。在模式的状况之下，比如说你转到 A，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级省油模式的话，它就会以低速油电来发动这件事情。但因为现在我们切不过去，所以我无法验证这件事情。但在正常 normal mode 里面，我觉得它没有不像汽油车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输出是马达吗？没有，是。引擎哦，是引擎，对，但它的设计原理是这样，它是说它有一个4缸的引擎 1.3， 然后前轮各一个电动马达，对，后轮一个电动马达，对，而产生的这个类四轮分配，就是配速式的4轮驱动，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特别感觉到是它起步并不会有厚重的感觉。就蛮轻盈的，但是你说快吗？我这样稍微给多一点油，它是会有一点点往前，但是不会到 BMW 那种欧洲车有一种就是那个推力会有一种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像我之前试过一些 PHEV 的车啊，他们都会锁定在一个，比如说时速哦80以内，就是只有电。你怎么开？只要你不超过80公里，我就只给电。在电够的状况之下，那电不够，它才会由这个汽油来辅助。这个可能像小石哥是比较清楚，因为我没有开过那么多电或油电。哦，是啊，对，我们换。哦，全台手势，耶，我来了。这是电还是油啊？油哈，对不对？对啊，它就一个很线性的汽油的感觉。它会让我有一个蛮怀疑的，就是它轻盈到很像是电，但是我认真去感受，我觉得引擎有出力，所以它是混合的吗？对，是有引擎的声音啊。我这个我真的要研究一下，这台我必须很老实说，我还没有研究的很透彻。盲买的嘛，因为我们上一次访问的时候，其实你跟我讲完之后，我心里就有被种下一个，就是电动车好像也还不会是最后的一个。哦，解决方案对啊，我觉得短期油电好像才是值得去研究的。我觉得油电的延续周期可以长一点。的确啊，你看到其实现在台湾的 PHEV 接受度蛮高的，现在有出 PHEV 就是可以插电的这个系统，在台湾其实都是卖的不错的车子，证明说他们对这个车子的这个妥善率是非常有信心。不过事实上，我自己开电动车以后，我发现其实真的它的耗材是比汽油引擎少很多的，所以这个是你觉得是适合台湾通勤所购买的一台车嘛？就是以这个油电的方式，加上它的整个操控啊，或是空间的一些设计上面，它多重啊？它让我觉得开起来差不多1吨出头而已，应该没错，是1.3多快1.4。对，因为它看起来很轻，对，非常的轻盈哦。但是因为它有 battery pack， 所以它有好像有分等级啊。你说那个电池重，对对对。我看的净重我不确定是2.0汽油版本还是电，如果是油电应该稍微会再重一点点，它多了一个那个在后车厢，就我们该打开看那个，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电池在后面。刹车呢？刹车的感觉上应该是，阿法刹车一定不会有问题，加上这个电能回充，所以其实刹车的力道非常的足够。那我觉得它的底盘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它虽然地面上有坑洞，你会很清楚，路感会非常好，但是乘坐者不会觉得有过分的左右或者是上下的那个跳动感。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原厂的避震器就是非常合适于台湾的道路使用。然后再来一个，它开起来很轻盈，就会让我们穿梭在市区里面不会有压迫感。像我的Maserati，它开在市区是，我觉得会有压迫感的，就是车太大了。对，道路的宽度跟你可能要停车，你要会车等等，你都会心里都会有很大的压迫感。那是不是一个视觉的压迫，就是你看得到或看不到的。玛莎拉蒂本来就是比较肥厚嘛，对。但我觉得除了视觉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油门的反应跟你转向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它是一台很笨重的车子。如果在市区的时候，那当然你在高速公路，第一个路宽，速度上来了，再加上稳重，那你就不会有那个压迫感在。但是在市区那样的车啊，我觉得会造成驾驶者很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我要去停车，这个巷子妈的我敢有时候不太敢进去。嗯，这个就不会。对，这个我觉得整个是非常适合台湾的大小，我觉得就大约是在 Corolla Cross 啊，或者是现在 MG 的 HS 那一种 size 哦，我觉得是目前市场上蛮主流的一个大小。但是呢，它的这个排气量又是低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价钱。它是很棒的一台车，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价钱部分可能要看消费者买不买单。它特殊性啦，然后大家可能会考虑到就是维修的问题，我觉得不用担心，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检测过，其实原厂的每规电脑都是可以匹配，然后都可以找出那个错误码，然后零件方面的渠道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从美国这边可以进到。我觉得真的像小志哥说的，因为我为什么会问那么多问题？除了第一，我觉得你刚才跟我分析的价钱，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开始贩卖这些车子，就特别是iQuai这个，对，都是以性能为它的主要诉求啊。当然，但这台它对口的那个整个群体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台实用的都会型小休旅。我就觉得这个我完全就是一个比较说是去分析或是去讲评，我完全就是一个外行人。我懂你意思，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评判是哦，这个原来它是这样设计，它的考量是这样。我觉得听你讲之后，我有比较。嗯，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会比像这个，你如果对应到 X1、X2、X3， X3可能就超过这个，应该就超过这个，因为 X1、X2可能比较差不多。对，或者是宾士的 GLB， 我觉得这台车会是这样子哦。那比起国产啊，或是那些日系的进口车跟这个双 B 车之间呢，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虽然心里一直觉得说它是一个比较很像大众化、迎合大众口味的车，但我告诉你，它其实是兼具的，就是我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开起来啊，我觉得不管它的力道，不管它的底盘的反馈，然后不管是它的这个，它应该还是有变速箱吧？它4缸引擎是有变速箱的。这是自手排变速箱吗？因为我有点不太清楚说，因为现在的电动马达它的做法，我不知道它的那个跟变速箱衔接性，有可能是 CVT 对不对？我开起来其实坦白说没有换挡的感觉，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顺畅度啊，档位的衔接啊，其实衔接做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以我们以前的老观念，就是我松了油门，我再补，它进来会不会让我有顿挫感啊，或者它衔接性好不好？软脚。对，等等啊，其实它完全是没有的，你随时在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归功于它的马达嘛。我们想要它有力道，它随时都衔接给我们，然后也不会有任何顿挫感。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一台是兼具家庭使用跟，如果你这个驾驶者你不想因为你的家庭放弃掉你开车的乐趣，那我觉得这个车可以试看看。光这个方向盘的路感跟它的重量感，哦，还有它转向的这个灵敏度，加上它这个底盘原厂的这个底盘的反馈，应该说避震器的这个，对，避震器跟弯道的表现，我觉得它是一台可以兼具，甚至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有余力，你有一天你会把它开到力宝去跑一下，你就知道其实它并没有失去你原本要的那个精神。思维上就一直觉得啊，它是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因为像我们刚才讨论那个 Jaguar 它出 E-Pace 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台车开起来一定很好开，你会觉得哦 Jaguar 也妥协了。对，会有这种感觉。我不认为它没有妥协啦，我还是觉得这车其实是有妥协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把驾驶者要的东西有保留下来。也许有没有你想要这么精准，那就要你来试。但我试起来，我觉得在我现今试过这么多这种很主流 size 的 SUV 上面，我觉得这台车可以带给我不同于其他我们常见的车种的一种超价感。因为我真的不能很客观的，因为我是从 Alpha 换过来 Alpha， 我知道，就好像有一些熟悉的感觉，这个我很肯定。但又没有那么满足到所有，就是好像应该被满足的部分。以同级车比较来说，我可能会想要尝试更多，就是这个尺寸来说，因为其实这个视觉感受我也还在习惯。Stovia 稍微再高一点点，它是正常尺寸的一个 SUV， 我觉得感受上确实有局促，就是我们两个的距离确实有让我感觉到这个是一台比较小的啊，紧凑一点，对，比较紧凑的车子。我真的觉得我的方向是朝着，对吧？朝着车头的那个。水箱罩的方向有点奇怪，有朝着水箱罩的方向。你不讲，其实很细微，这很细微。你不讲，我可能还不会发现，是蛮细微的。的确是稍微有点朝着这个方向。不过这个车，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我们这次的采访来开箱这个车子，来试着开这台车子，我真的认为说，如果说你在找的刚好是这样子一个 size 的车款，然后你刚好又有一些去看进口车的预算的话，我真的觉得有机会要找 Tony 来试一下这个车子。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你去开过双 B 的这个 size， 或者是其他无论是日制的、欧系的 Volvo 也好，你去开过这样 size 的其他的厂牌的车型，再来试这一台车，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但我是偏驾驶者的感受啦，因为后座要家人、你的太太、小孩来坐才知道。但我觉得以驾驶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体验是蛮有趣、蛮特别的。我其他的车开不出这个车感。我现在自己坐在乘客座，我也觉得就是它也有往中间一点点，这是第一点。第二是就除了我刚才说那个局促以外，你刚刚不讲，我是真的不知道它的路感，明确是驾驶者感受到。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讲，你的感觉没那么鲜明，对不对？对。但是因为我开过太多所谓市售普遍的国民车，所以我一开到这个车，我就想，哇，为什么这样子的 CUV 可以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操控体验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觉得比较惊艳的地方。其实我刚开始我也以为会差不多就是那个，就差不多就是啊，这种车不就这样吗？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感觉，我曾经有一次是在凯宴上面感受到。我记得我第一次试驾凯宴的时候，我想说啊 ，Porsche 再怎么厉害，你坐 一台这么高的休旅车，你是能跟我开出什么操控或是跑车的感觉？结果我开以后，干，原来这样子类型的车也可以把它做成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一次我在开到这一台 Tonale， 一开始我以为叫 Tonale， 因为我以为它是 Tonale， 就意大利文是念 Tonale， 就是捅哪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我以为是 Tonale。它跟 Stovia 一样，都是一座山的名字啊，一座山啊。可是可能中文你可以换个方式记，就是它有油电。 所以你说啊，这个捅哪里？哦，捅哪里？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捅哪里是我开这么多这样尺寸的车里面，我觉得唯一一台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下，我觉得会带给你一个蛮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现在有两台在我们高雄的展间，然后我们很快会放一台，未来会有很多。看是在你那边要放吗 ？OK 的，有机会，我当然希望啊。对啊，这个车我跟你讲，意大利的车就是无论它放在哪里，它都是一件艺术品。所以我那500我没有开，我也是放在店里，每天欣赏它就好。外形你也觉得这个外形很 OK 啊？小志哥开的比我还明白。没有，因为我是那个平民百万歌星那一种。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唱片制作人，都做国际巨星。没有，我就是在 简力宝的纸箱。好了，哎，今天非常开心，第一次来开箱这个车，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更深入来为大家解释。如果我自己觉得你要签一台给公司用，我们就把它开下去，感受一下那个操控。我觉得你试一下，你会觉得，哎，跟你想的不一样。有一点，我刚才很直观，你在转弯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那种重心转移。这个我觉得它非常的，对啊，很舒服啊。我觉得最棒的一台车就是开的人愉快，坐的人舒服。哦。 不能只有你开的人很爽，对吧？是可以偷你的那句话，没问题，请用。开的人愉快，坐的人舒服。哇，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下次见。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